大家好，我是张歆艺的老公袁弘。我是袁弘的妻子张歆艺。那你就画三个字来形容老婆了。我老婆是一个纪律性不强、神经很大条、很二的人，我有点担心她失控。哎，我可有病了。随他去吧，这么多年了，我不指望一趟旅游能够改变他什么。老袁啊，是一个特别理性的人。最开始的时候喜欢这样跟我掰扯，后来他发现我都是左耳进右耳出，他后来也就不怎么跟我认真了。我们现在开始拍摄我们的出场了。我们俩就是要给人一种无所不在的感觉。镜头我都设计好了，摄像老师来给我们拍呗。我们先用最广角，就大家看到都是这个画面。一推到那边，那边有几个大妈在地上挖贝壳，我们也一推上去是我们俩。然后一句咒又拉回来，一推推下去又是我们俩，一摇过来，我们俩在隔壁阳台。我现在开始出去了。老师你没听懂。谁有对讲？我得跟摄像老师能够沟通。喂喂，能听见吗？行，那我们下去了哈。摄像大哥还在吧？没事没事，放轻松，我们的设计不是你的设计，所以拍坏了是你一个人的责任。来，我来看一下位置。还往前一点，还往前一点。好了，告诉我啊。还往前一点，还往前一点。还最好还往前，好，这个位置可以。可以可以，这个位置我先拍这边。Cool。来吧。一二三。不行不行不行，再来一个。你不用停顿太久，我们说完之后找一片草地，就是待会儿我们可以躺地上跟你打招呼的那种。嗨，这个可以稍微摇快点。 OK 我们是摇走，你忘了摇走了。对不起对不起，这一时都笑岔了，动得有点晚，停的时间长了迅速拉歪，唰一下就拉到。摇猛点啊，往上摇。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保一个，再来一个，猛的一摇，来。哎，特别好，这个我觉得过了。哎，我们这个出场会不会给其他几个组造成一些压力？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我们是无所不在的红星夫妇。我是温柔霸气、人美心大的张歆艺的老公袁弘。我是这支 VCR 的导演的老婆张歆艺。选人的时候慎重一点，好不好？好。Hello。张歆艺马上要去进行一个旅行，这个旅途中没有我的陪伴，你有什么要叮嘱他的吗？好吧，不要再回来了。Baby， 想你 ，Baby。想你。你还好吗？好啊。为什么你跟志玲姐说话你？哦，我们也很超级期待见面的。我们志玲姐，我们今天需要对你提一个要求，就是你要对我们俩做出一个评价，畅和预言。就很互补吧。一个有点小迷糊的个性，然后一个特别的细心。小迷糊自己承认一下。你们现在是要去那个旅行的节目，对不对？对，妻子的浪漫旅行。对。
二姐一个人去的话，要先请对接导演帮你定位一下，因为你好像怎么很容易搞丢，感不好，你可能要带着我。我会把镜头放在我的口袋里的。导航开始咯，与你相遇真的好幸运哦。本节目由伊利金领冠独家冠名播出，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，母爱传承，边逛边买游世界，会挑会选逛京东。本节目由妻子们都在用的京东赞助播出，专业修复，贴心呵护。本节目由功能性护肤品牌富尔佳赞助播出，下载清北网校 APP， 清北一线名师课19元就能学。本节目由清北网校赞助播出，本节目由奥妙植物酵素洗衣液赞助播出，奥妙植物酵素洗衣液除菌除螨无残留。本节目由金纺多效衣物护理剂赞助播出，柔软清香防静电，越享精致用金纺。本节目由众多明星正在用的 SKG 颈椎按摩仪赞助播出，上芒果好物立即 get 节目官方周边。